遇到人很喜欢吃点心、甜点类，而且有时候可能白班他们下完班之后都会去吃小餐。应该就下班讲。来，来，来，来。不然智慧之光大起佛法桥梁，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大家阿弥陀佛，各位手上有一本思义梵天所问经，我们修学佛法福慧双修，当然出钱出力放生点灯施食，大家都很乐意做，很有福报。除了福报，那我们要更要有空性的以及开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佛陀的智慧，一切自智，所以我们就要深入经藏，所以以大悲心菩提心来深入经藏，让我们得到般若智慧，也得到帮助众生的智波罗蜜。所以除了空性不执着，那你要成为一种有各种能力去帮助众生的，所以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佛陀帮助众生的方法我们也要知道啊。我刚刚到楼下，我们来看的那个章鱼，哇，好大一只，才120块，便宜吗？啊，对了，愿你生生世世不要被断手断脚啊，因为章鱼就是被断手断脚啊啊，所以我们救它120块，这么大一只啊，所以让它不要被断手断脚啊，让它快乐的回到大海里面，功德无量。跟那些螃蟹一样啊，螃蟹最敏感的就是眼睛跟手脚，对不对？最强烈的前面两只啊，后面的脚啊，所以我们放生等于救了全部的生命，眼睛好，手脚好，器官好，对不对？啊，生活安定，每个人都希望如此。但是我们以这样的功德回向所有病苦者，回向所有往生者。所以做尽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但是财布施不如法布施，所以我们除了出钱，大家为他们念佛诵经皈依，现在又为他们读诵大乘经典，文思修大乘经典，那更是更圆满的功德。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那我们更要净化自己，提升自己，所以各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这一部经这么大，我也不可能讲完，而且我内容也不是很懂，但是很多部分真的写得很好，很多佛经不见得你看了都懂，对不对？各位懂不懂金刚经啊？你要说不懂
你懂你也不坐在这边。不懂那是要尽量研究。懂不懂心经啊？不懂。但是努力的思维空性，做人要客气啊，对不对？你已经成佛了，请问你是谁？凡夫啊。所以佛菩萨要示现凡夫，但是不懂，所以我们要精进嘛，努力嘛，所以不断的闻识修啊，哪一天就懂了。各位，愿你将来讲的话变佛经，好不好？那叫佛嘛。现在你讲话，人家骂你，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佛嘛，对不对？因为你讲话，你儿子说卖供了啦，你要成佛以后，几千人你讲话都把你写下来，记录下来，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话，全世界都要听哦，还把它记下来，我们背了老半天哦，所以听到佛陀的经典就可以消病苦哦，哎呦，那功德等着。所以佛陀的一切都是在利益众生，所以来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第五页，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这一部经是有一位梵天。什么是梵天？上帝。而且这个梵天他不是在享受那种上帝的力量，他是一位菩萨啊。所以菩萨也要示现做梵天啊，示现做玉皇大帝啊，示现做龙王啊等等。所以这个梵天菩萨的名字叫思义。所以呢，他请问佛陀这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方法重不重要？重要啊。这部经那里面有太多我们以前所讲解过的一些重点啊，我们要随喜功德。刚刚放生他们说正在算，总共有六七万元啊。对啊，不过你在哦的时候要想说啊，都还不是13万啊，啊这人呢不高啊，我还怕不够了，我还拿了2-3万，结果还说才6-7万，显然各位实力不怎么样。你还说没啦，没炸钱来，明天再炸来啊。所以各位要展现实力啊，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一次去台北那一团，才40个人，一展现实力，81头牛啊，10场大放生啊，10天的大火共施食啊，每天都1-2千块美金啊，哦，展现实力，对，那叫福报团啊。所以这里面放生功德箱总计75500元，大家随喜功德。那今天我们关爱之家关心这些艾滋病儿童老人的，我们会长又来啊，也希望大家多护持关爱之家，好不好啊？因为有很多得病的家庭小孩或是贫困的部分在台湾大陆啊，因为大陆本来有个企业在护持啊，后来那个企业现在经营不好啊，移民到柬埔寨啊，就少了一半护持了 啊。但是我们大家如何去发起，所以至少有这个愿力。好，请看回经典，我们就跳着讲一下就好了，请翻到第六页。第六页呢，续品前面4行念一下。那什么叫摩诃萨？他说菩萨，摩诃萨，菩萨像各位你现在发菩提心了，愿意利益众生叫菩萨。那什么叫摩诃萨呢？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他就已经证的空性了，从极乐世界来就叫摩诃萨。那我要各位念的是什么叫摩诃萨，他具足什么样的功德，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来，续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南陀竹林，与大比丘僧64000人聚，菩萨摩诃萨72000人，皆众所知事，得陀罗尼无碍辩才，及诸三昧，于诸神通无所障碍，善能晓了诸法实性，
悉皆代得无生法忍。这个就是大菩萨的特点。第一个，众所知事，大家都认识他。大家认不认识伽马巴？那自然认识，佛教徒都认识。哦，大宝法王没见过也听过，为什么？因为你到了一个摩诃萨的时候啊，那你自然众所知事，大家了解。得陀罗尼无碍辩才，陀罗尼就是总持，总持佛陀的教法啊，总持，所以断恶修善，乃至陀罗尼也叫咒啊，咒也是用总持，把佛菩萨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叫唵嘛呢叭咪吽嘛，叫大悲总持咒，对不对？总持所有佛菩萨的慈悲心，所以得陀罗尼带来无碍辩才，没有障碍的辩才啊，讲解佛法通达，而且对外道能够辩导外道，无碍辩才。所以很多时候在格鲁派辩经，辩经，辩经也在念取辩才。辩经不是辩论啊，辩经是按照佛法来分析佛法啊，来深入佛法。所以讲负面的，讲正面的，让负面的就让你更正面，更有力量啊。就所以做一个菩萨要有无碍辩才，即诸三昧。这个三昧是一种大乘的甚深的禅定啊，首楞严三昧啊，念佛三昧，不作三昧。不作三昧是念到身口意皆在空性，与阿弥陀佛合为一体一样，亲见阿弥陀佛，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不作三昧啊。所以法华三昧啊，所以深入法华经的这种阶段，法华三昧，所以啊，得到了这种三昧，即诸神通无所挂碍，所以来去自如啊！啊，现在你在娑婆世界，下一秒钟你要去极乐世界，再来你要到地狱去度众生，所以啊，如何显现都无所挂碍。善人晓了诸法实性，这很重要。一切法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各位不要被骗了，漂亮丑这是骗了。高矮这是骗的，所以万法的实性，所以你现在说水啊，水蒸气啊，冰块啊，啊火啊，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是个像，但事实上诸法的实性一不一样啊，完全一样，啊无分别的，所以善了解诸法就是分别的一切，它的真实的面貌都是无自性空的。所以善能晓了诸法实性，如果你不了解诸法实性，你就会被恨啊，我恨你，因为一个恨很痛苦，恨也是空性，有什么好痛？一个爱也很痛苦，一个漂亮，一个丑，因为不能够了解诸法实性，就有很强烈的分别心，喜欢健康，讨厌生病，对不对？喜欢快乐，讨厌被骂，那你就有分别，那你就会起心动念，会起心动念，那就不可能有智慧啊。所以各位要修缘起甚深啊，所以这个大乘的空性，不是说光消除自己的贪嗔痴就解脱了。小乘的空性是我没有贪嗔痴，我最高的阶段正阿罗汉，不用来轮回的。那大乘不一样啊，一切法包括任何一件事件的本体你都了解啊，这个有接触过才能够了解，你没接触也不能了解啊。啊，所以一个人要成佛，不是一天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做过医生，下过地狱，做过地水火风，做过神，做过鬼。但是做了以后，他又能够超越，不但能够超越，又能够回去做鬼、做神去度众生。你不超越就没办法啊！所以各位，你要做一个菩萨，不怕苦，不贪乐，快乐了你想执着，痛苦了你要排斥，那你就没有那个经验了，所以经验很重要，就像说你拥有过金钱，却把所有金钱又布施掉，那你有经验，你有空性，因为你拥有过，而你又全部放下去利益众生。哪一天你又能够拥有更多？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是安住在空性使用这个金钱了，所以你这辈子只有100块，你却能够把它放掉，这就是你体悟到金钱五家共有不执着放掉，对不对？那你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布施100块，所以你下辈子拥有100亿。为什么？因为你种的功德。但是你在拥有100亿的时候，你却可以大做功德，一切不为自己，像个乞丐一样，每天骑脚踏车上下班，叫做铲脚啊，却拥有100亿。因为
你能够善用这些金钱。你不会说我有100亿，我每天要换一部车子，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有钱。那你就虽然你拥有钱，却不了解实相，执着那个钱，那你就不能善用那个钱了。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任何事情叫你演皇帝，叫你演乞丐，叫你演天才，叫你演白痴，你都演得很好。这个叫了解诸法，不但了解诸法的缘起，又能够超越一切。因为你又知道你又在演戏，那个都假的，做皇帝是假的。所以各位，现在你做男人是真的还假的？假的。你先生对不起你是真的还假的？假的。得癌症是真的还假的？长得漂亮是真的还假的？记住啊，你小看水的话，我很水啊，摄影机底下就走来走去，很艰苦呢。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都摇头，还不如做杂波，阿波这杂波被面头前走来走去舒服，我要出去，你要带我去玩呢。所以，但是女众就会，因为什么？执着，我是女人，对不对？我漂亮，我是男人，我有钱。那这个就是你不了解实相，被这些假的所控制住，那你怎么度众生呢？没办法度众生，在虚妄里面，在快乐。所以啊，这些摩诃萨善能晓了诸法实性。所以各位，你对一切法你都要分析哦，你不能。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各种的因缘变化，健康、快乐、赚钱、亏钱，政治变化，你都要分析它，你不能不理它。因为菩萨要缘起关心一切，然后分析它又不执着它，了解吗？不执着它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啊，这个政治跟我没关系，是没关系啊。但是你要关心国家，你要了解，但是你不能排斥，也不能执着啊。我喜欢的当选了，又如何啊？共业啊，所以我想修行人不参与这些对立的，但是却关心一切。因为你了解诸法，了解选举，了解有钱没钱，了解政治，但是你又不执着，因为你了解他的真实的本性是无自性、幻化的，对不对？平等的、无差别，所以对你来讲，你这样以后你就如如不动，可以去度众生了。所以摩诃萨要善能晓，所以各位你不能不接触每一件事情。你也不能执着哪一件事情。我喜欢读经，放生你们去放，我读经就好，读经功德大。那你不了解佛法你要接触。刚刚我们特别给牛蛙给各位看，这叫了解诸法。那牛蛙是不是儿子？是平等的。牛蛙是不是父亲？平等的。虽然他是牛蛙，他是章鱼，他是三点蟹，他是头鳝。那他们有这个缘起。为什么会做妥善？它的特性是什么？你都要了解但是对你来讲无分别今天儿子不见了，人家就拿一只章鱼给你，OK， 就是儿子带回家。这样，因为对你来讲，一只章鱼跟一个儿子跟我差救个命比较重要再来，悉皆带得无生法忍，所以虽然了解一切法，但是内心里面。对一切法的生生灭灭彻底的了解叫无生法，所以安住叫忍所以对于一切的变化不起心动念了解一切，所以悉皆，所以这些大菩萨就两种，一种是补处菩萨，一种是什么？八地菩萨。那补处菩萨叫什么？叫法王子。所以后面其名曰文殊师利法王子。各位做法王子好不好？要发愿，做法王子就是补处菩萨法王的儿子嘛所以我们叫伽玛巴法王假茶仁波切是什么？法王子，对不对？讲共康祖仁波切法王子法王子就是说一佛旁边有几个菩萨，对不对？也叫心子，也就是意思了。所以各位要不要做佛陀的心子要说要那佛陀的心子会骂人吗？不会的你要有这个知道，那我要怎么做？所以这边法王子写那么多，后面呢写的菩萨贤士，贤士就是讲的就是示现为八地菩萨以上不动地的，所以现场的这些菩萨摩诃萨
72000人，72000人。佛陀要讲这部经的时候，这些大菩萨还有这些天人鬼神皆来汇集。那个时候呢，网明菩萨问佛，佛放光啊，来放过来。第二行啊，中间，网明菩萨，我复为念，若有众生能见佛身，皆是如来威神之力，很重要啊。今天你念阿弥陀佛，念到看到阿弥陀佛，哇，那是因为你虔诚发菩提心，所以佛就现给你看威神之力。所以各位，佛陀身上都会放光的，而且佛陀每一种光帮助每一种众生断除每一种烦恼。所以各位，你每次在看佛或忏悔，你要看到佛放光，眉间光、眼睛的光、头顶的光，而且每一种光颜色不一样，你要做观想，这样去利益众生。那佛陀为什么会放着无量光啊？因为因地发无量愿。今天我们看到牛蛙，我愿我生生世世救护一切牛蛙，嘣，你身上要放一道光。所以佛每发一个愿，那身上就有一道光所以他有无量的愿，就有无量的光所以每一种光就能够产生各种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稍微念一下第三行，来，如是如是所言，若佛不加威神，众生无有能见佛身，亦无能问。网民当知，如来有光明及庄严，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见佛身，不坏眼根。又如来光明无畏变，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其变无尽。又如来光明及诸善根，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转轮圣王行业因缘。又如来光明净庄严，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天地事行业因缘。又如来光明德自在，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梵天王行业因缘。又如来光明离烦恼，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声闻圣所行之道。又如来光明善远离，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必知佛所行之道。又如来光明益一切智，若有众生欲思光者，能问如来大圣佛事。又如来光名为往意，佛来去时足下光明，众生欲者命中升天。又如来光明一切庄严，若佛入城放思光明，众生欲者得欢喜乐。一切严饰之具庄严其城，城中宝藏从地涌出。如来光名曰震动，佛以此光能动无量无边世界。又如来光名曰声乐，佛以此光能灭地狱众生苦恼。又如来光名曰上慈，佛以此光能令畜生不相恼害。又如来光名曰良乐，佛以此光能灭恶鬼饥渴热恼。好，先念到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你拜佛拜得很认真啊，佛威神力加持，你要感受好有一种光出现了。甚至有些人虽然看不见，他感受到那个光照在他身上的一种热度，感受到哪里特别的有这种光的热度，就佛在给你放光了。所以我们每次在拜忏的时候观想白毫光观想到真的佛特别白光了，你就代表业障消除了。不但观想如此，还要观想佛的白毫光照在所有业障中的身上。所以佛陀针对根器，比如说你这个人发出出离心，我一定要解脱生死，真实的发心在佛前拜，佛就给你放光，叫那么离烦恼光，那你就能够问佛啊，怎么样解脱啊？那佛就给你讲声闻之道，这样。所以佛陀是因为众生的发心，然后呢，他就给你放光，那你就会问这个法来帮助你。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帮助地狱众生离开苦恼，那又有如来光名为声乐。所以各位，你那边有看到佛像，
那个南无不动如来愿是啊，发起生乐光照处地狱，这样啊，所以祈求佛帮助地狱道众生离苦，马上有众生往生了，那你要发愿，哎呀，愿佛之往诣佛光，他能够从足下放光，足下放光。所以我们台湾人人死了点个光放在脚下，也有一点道理的啊。那如果人家这样点，那你就给他发愿啊，愿他这个光是如来足下之光，对不对？愿往生者得这种往诣光，马上升天，就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呢，每一个部位放光，那这名字他就会帮助不一样的众生。那我们在超度三恶道，又如来光名为上慈，佛以此光能令畜生不相恼害，所以就畜生大部分都是你咬我咬我咬你死的。所以那佛放了这个上慈光，你要观想愿佛放上慈佛光，然后这畜生就不相恼害。再来，又如来光名为良乐，佛以此光能灭恶鬼饥渴热闹。所以各位呢，这三道光名字稍微背一下啊，来，愿佛放光，名曰良乐，灭除恶鬼，饥渴热闹。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就观想，然后这样佛就放光，那些恶鬼道离苦。所以要帮助不一样的众生，佛放不一样的光啊，邪见众生放什么光啊，烦恼众生放什么光，爱生气的众生放什么光啊。所以各位以后在佛像后面，哎呀，放佛光，这个缅甸做的最好，缅甸那个佛光做的七彩佛光，一直绕一直绕，那佛从身上放出不一样的光啊，然后呢希望能够普照所有众生。所以我们要观想佛身上放的各种的光，消除三恶道，消除贪嗔痴，令众生各个解脱，要这样观想啊。翻过来第十页，我们受八关斋戒啊，那希望众生断除贪嗔痴啊，所以在倒数第五行中间，我们念一下来：又如来光名曰安隐，佛以此光能令多欲众生断除淫欲。又如来光名曰欢喜，佛以此光能令多怒众生断除嗔恚。又如来光名曰照明，佛以此光能令多痴众生断除愚痴。所以贪嗔痴是最毒的，所以我们要观想佛放光啊，叫安稳光。所以这个光一照，众生断除淫欲。所以各位，我这样讲你要会用，比如说这个人淫欲很强啊，贪欲很强啊，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你要祈求阿弥陀佛放光啊，这个光照到他身上，他的淫欲心不见了，这样啊。所以佛的力量不可思议，念佛广的来讲，那了解各种的念佛法门如何帮助众生，看到众生爱生气哦，你的儿子爱生气，那你在拜佛的时候，愿佛以此欢喜光啊照处，然后呢令他断除嗔恚心，或是如此。又有如来名照明光，佛以此光能令多痴众生断除愚痴。那我们行菩萨道，虽然我们自己放不了这个光啊，但是求佛放光，所以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念一下佛光普照啊，佛光普照有多少光在这里面写的啊，啊，其他经典还写了84000种啊，不一样的光啊，啊，佛光普照各种众生啊，所以不可思议。请再翻过来第13页，就像各位今天受八关斋戒啊，短短的时间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啊，所以念一下13行13页下面来，其佛告言：善男子，勿作是语，所以者何？若菩萨于此国中100000亿劫进修犯恨，不如彼土从淡至实，无嗔爱心，其福为甚。所以各位能够在娑婆世界修行啊，
早上醒来到吃饭时间，只要不生气，超过你在极乐世界百千亿劫的修行，为什么五浊恶世啊？所以各位呢，一上午不生气不得了了，一上午思维智慧不得了了，超过在极乐世界其他净土百千万劫修行。所以各位，你要觉得娑婆世界好不好啊？大福报，最好的修行，这个叫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讲的不是说，我只有去度人，然后我不放生，这个解释错了。人间佛教是把握做人的机会，在娑婆世界超过于其他世界的殊胜。所以在十二夜呢，那有一位菩萨要到娑婆世界来，然后呢，日月光佛就告诉这一位菩萨说，你要到娑婆世界，你要用十种心，就是我们这部经的思义梵天。思义梵天要来亲近释迦牟尼佛，然后呢，日月光佛就告诉他，你要保持着这十种心来到娑婆世界。那意思是说，各位，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如果你能够保持这十种心，那你在这娑婆世界就可以成就。就像你要到山里面，你要记得穿保护的衣服哦，那边如何如何，如果你能够保护好，去那边就没问题。所以这一段我们念一下，第三行十二页，来。其佛告言，便往，今证事实，彼娑婆国有若干千亿诸菩萨集，汝应以此十法游于彼土，何等为实？于毁于欲，心无增减；闻善闻恶，心无分别；于诸愚智，等以悲心；于上中下众生之类，异常平等；于轻毁供养，心无有二；于他缺失，不见其过；见种种圣，皆是一圣；闻三恶道，亦无精畏；于诸菩萨，身如来祥。佛出五浊，身西游翔，梵天，汝当以此十法游彼世界。所以各位，如果你在我们娑婆世界乃至地球保持这十法，那你必定能够超越乃至成就。所以第一，以毁于欲，心无增减。千万不要很康轻啊，千万不要爱面子啊，毁谤你，称赞你，内心里面没有什么分别啊。因为娑婆世界做对也会被骂，做错还被说对，所以好好坏坏搞不清楚。但是，所以你在娑婆世界，人家毁谤你、伤害你，心里不要起心动念，你要说这是什么敬雄呢？心无增减，闻善闻恶，心无分别啊！听到人家做好事，听到人家做坏事，你要以平等心呢，都要对他们慈悲啊。千万不要拿报纸哦，这个对对对，那个错错错，这样啊，因为这个世间娑婆堪忍世界，五浊恶世本来善恶不清楚，就像现在讲说这个媒体是非不明，对不对？对还错搞不清楚，反正他们怎么讲，我们也不是参与者，我们也不要随便批评，只希望他们好。再来，愚诸愚智等以悲心，有聪明的，也有很笨的，所以这些聪明的跟笨的，笨的不是不聪明的，笨的就是很会赚钱那种啊，不会学佛了，像各位叫很聪明的，不想赚钱只来学佛，但无论如何，不管他是资质高的资质低的，我们都要保持平等悲心，不然你在娑婆世界就有污染。以上中下众生之类，异常平等所以不管是上流的、中流的，或是天人的、富贵的贫贱的种种，乃至根基不一样的，我们都要平等心意来对待。以轻毁供养，心无有恶轻视你乃至供养你你要平等心。所以特别我们出家人哦，红包拿的包大了，你就对他好，那个人没拿红包，我没看到你，安住空性所以不能如此要无分别心，我们叫舍对待众生，于他缺失不见其过
啊，娑婆世界很多人会做错事，出家人都会做错事，了解吗？那就千万不要去找出家人的过失，千万不要。你要是看到了业障重，赶快跳过去，这样你千万不要讲出来啊，千万不要讲出来。再来，见种种称，皆是一称，不管他是修解脱道了，修人天福报，都是佛称，要这样分呢、啊。但是很多人不会分，哎呀，他是南传，他是修小乘的，就批评，那不对，你把你心污染了，啊，因为呢，你要了解，娑婆世界百千万亿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写了，啊，示现在人间用各种的方法去度各种不一样的众生，啊，菩萨是对他讲解脱道，对你讲菩萨道，对他讲放生呢，对他讲造佛像，啊，但有些人就会批评，哎呀，造佛像没用，你还不如我放一只狗呢。这样讲也不好，了解吗？造佛像有佛像的功德嘛，对不对？放狗有放狗的功德嘛，都好，都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要像《法华经》一样啊，皆入佛乘，闻三恶道亦无惊畏啊。很多人在造恶业，堕落三恶道，甚至在人间有鬼啊等等，所以这很正常，亦无惊畏。以诸菩萨身如来想，这个世间发菩提心的，都是佛来示现的。啊，以诸菩萨身如来想，佛出五浊生西游想，所以释迦牟尼佛能够生在这个世界。像各位，今天你会念Om Mani Padme Hum，贤劫千佛，只有一尊佛的法的时代，听闻密法就是我们释迦佛的时代。啊，以后你又听不见了，修不了了。下一个劫还有只有一尊佛宣扬密法，啊，所以能够听闻佛法。哎呀，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梵天，那日月光佛说：“你如当以此十法游彼世界。”所以各位要把这个十法背下来、写下来，在面对这个世间的分别的时候，你安住如此。这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再来，请翻到十四页。那佛每次讲了一个经。后面就会唱偈赞，这样就浓缩重点。那我们也来念一下十四页，来。世尊大名称，普闻于十方，说在诸如来，无不称叹者。有诸于净国，无三恶道名，舍如是妙土，慈悲故生慈，佛智无减少，与诸如来等。以大悲本愿，除思秽恶图。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此土须臾间行持为最甚。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因堕三恶道，现世受得除，生此土菩萨，不应怀忧不设有恶道罪，头痛即得除。各位，今天有没有头痛啊？你福报太大，没有，那你福报不够嘞。意思是说，你在娑婆世界一个头痛，如果你在修行有一个头痛，三恶道业障消除了，所以你在娑婆世界，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本来要堕落三恶道了，你在如果你现世杀了多少人，堕胎几百个，但是如果你现世后来修行了，都可以消除掉，现世的所有的恶业。这就是在娑婆世界释迦佛的加持，所以生持土菩萨不应怀忧怖，设有恶道罪，头痛即得除。这就讲我们娑婆世界的殊胜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受一点苦，都是消重业的。来，念一下：持土诸菩萨，若能守护法，世事所生处，不失于正念。若人欲断福。灭烦恼业罪，于此土护法，增益一切智，净土多一劫，受持法解脱，于此娑婆界，从淡至实圣。我见喜乐国，即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亦无苦恼名。于彼作功德，未足以为奇，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视。必教他持法，其福为最甚。所以在娑婆世界，这个叫烦恼处，能忍这些不好忍的事情啊。然后呢，也告诉别人
在娑婆世界要安忍，把握机会修行，这是福报最大的啊。所以各位要掌握这个特点啊。如果你听我讲到这里，可能心想：对啊，所以赶快出家，不要再浪费了，对不对？赶快精进修行啊，赶快去修这些啊大的功德都可以了，不分在家出家。所以娑婆世界短短的时间，能生气不生气，能起欲望不起欲望，那不可思议了。乃至生病都是消业障。翻过来二十页，以前我讲过《四法经》。所以这位菩萨梵天示意问佛如何成就菩萨道的各种方法，佛一一回答。所以这一段大家可以念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各位思维，当你在念的时候思维决定这么做，这是最重要的。来，佛告示意梵天，菩萨有四法，第三行坚固其心而不疲倦，何等是？一者于诸众生起大悲心，二者精进不懈，三者信解生死如梦，四者正思量佛之智慧。菩萨有此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我们行菩萨道，就是希望自己不退转，永不舍众生，不退转成佛之道，永不舍众生。那菩萨如何得到这种坚固的心，而且不会疲倦？如果一个人跟你在那边聊天，哎呀，就不聊了，所以代表他累了，听你讲话累了。所以修行你要，哎呀，这个世界太好了，太好了。分分秒秒都宝贵的不得了，感冒生病都是消功德消福报，能够积无量的福报。所以那你会觉得法喜充满。那如何做到呢？有四点。一个，于诸众生起大悲心。各位不要光念啊，你马上回光返照，上面写个对错，有没有起大悲心？有没有，我现在刚刚说知道而不做不行，要知行合一啊。于诸众生起大悲心，那你不能恨啊！这个人伤害你，这个人倒你钱，这个人骗你，这个人侮辱你，啊，干扰你，你都还要是要起这个大悲心，愿他离苦。啊，这个是戒律啊，大乘的每一句话都是戒律。读佛经不能光读啊，你要做到。特别你做不到，人家就看不起你，看不起你，你就渡不了对方。所以我们要心口如一，所以要跟经典相应。所以第一条，你真的要这样做，与所有的生命要起大悲心，所以要施食，要超度，要回向，要放生，对不对？要转法轮，等等等等。因为只要对六道众生，你都要去帮助。第二，精进不懈怠，专心努力不退转。做什么都一样，有人出家到一半还俗了，这样啊。有些人一开始受菩萨戒，后来还没有再行菩萨道了，这都不行。所以你要解脱，那你更要精进不懈怠，勤修戒定慧，如旧头然。所以这要养成这个习惯。三者，信解生死如梦，不要太在乎世间的生老病死。有些人说：“哎呀，我啊，六十岁就咧破病。”哎呀，他刚刚讲这個，这拢假的，八十岁、六十岁、五十岁，拢赶快艺术，这个生老病死不过是一场戏，死了又生这样而已。不要太现在人是太重视这一辈子，对不对？这一辈子我要如何享受啊？才不要亏待我自己啊！我要住大房子啊，我要一个好家庭啊，甚至啊。追求健康怕生病，那这都是假的，生老病死轮回就是虚幻的，要信解相信了解生死是一场梦，如幻化的，不执着的意思，就是空性。四者，正思量佛之智慧。我们要追求的是如何成佛，一切自智，佛陀的大智慧。所以那你要如何正思量？那你要闻思修啊，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思维大乘经典，
了解佛，怎么样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如果你能够按照这四法，大悲心不懈怠，了解空性，追求佛的智慧，那你就坚固其心而不疲倦。那各位最好你把它背下来，背下来啊，这一点你要坚定啊，天天念，天天背，变成一种习惯。你要知道，修行就像各位受报万在界，不要以你个人的想法为想法，你要以法做生命。法是什么？对不对？保持正念，身口意持戒，你要依止法，不要依止我执啊。这个法也不要认为哦，你今天得到这个法，就排斥别的法，那叫法执也不行。啊，法法平等，都是佛乘，都是一乘佛法。所以你对每一样东西都充满了兴趣。来念第二段，梵天。菩萨有四法，所言决定而不终回，何等事？一者决定说诸法无我，二者决定说诸身处无可乐者，三者决定常赞大圣，四者决定说罪福业不失，是为是。好，决定就是你永远相信了，这本来就如此，叫决定。所以第一个，决定说诸法无我，这什么意思？一切你都没办法控制的，一切都是这样子的，永无实体的。养儿子会孝顺吗？不一定，个人因缘。赚钱赚得到钱吗？不一定。每天跑步会得关节炎吗？有可能。而且会决定得关节炎的，所以因为你控制不了了，你不要以为运动就会健康，你不要以为努力就会赚钱，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因缘果报在影响你，你一辈子努力读书，结果考不上，所以你要了解，这样你就不会痛苦，不然现在人会忧郁症哦，精神官能症啊，那就是因为强烈我执，哪安呢？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一定要，我一定要，那你就变成躁郁症了，不接受的变成忧郁症，再不然就发疯，所以各位你要顺其自然，一切随缘，你要决定了解一切法都没有自信，无法主宰，无法主宰。所谓的自由不是外在，是你内心的自由，接受一切法的变化，叫如，如来如去。如就是真理，所以来去里面一切随缘，所以这个要决定啊，决定说诸身处无可乐者，各位，不管你到哪里都不快乐啊，这世间没有快乐。老实讲，各位进来说八关斋戒快乐吗？你要说肉体痛苦啊，家食袂饱，坐也坐袂久，灵气也无够啊，暗时不放假，本来就如此。这里面不要来追求，不行，我要来看那个美女。你卖孝雄啊，你也看到贵啊，你还想孝雄什么呢？这个世界没有的，所以不管你投胎什么，你还有一个执着说可以得到快乐，那就不行。这个世间从头到脚，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痛苦，如火燃烧，三界如火宰，知道吗？是如此。眼睛一打开就在烧，为什么？哎呀，欲望啊，分别啊，了解吗？所以不要随顺自己的眼根呐，不要随顺自己的耳根呐，要决定说诸身处无可乐者，让你做总统，让你做乞丐都痛苦。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没有一样快乐啊。所以各位，因安有让你快乐不？无啦，那是来修行的，害者欠者，报仇拢干。啊，恁囝呢？还是来偷贼不朽。你不要说牵了儿子很快乐，这个世界没有一样快乐，对不对？你要相信，而且要决定，就是因为你怀疑，所以你才会跑去结婚。现在你结了婚了，你就对决定错，你还每天拜，我老公搞不好会回头。那你错了，你这个观念太错了，你要拜他赶快去学佛。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有希望，没有希望了，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幻化的，苦的，所以要如此啊。有些人身材很好啊，每天表现身材，这个官身不净，了解吗？你有什么好表现的？
所以男生还不会如此，女生就特别喜欢如此。那你这样以后生生世世就只能做女人了，你执着皮肤，那你就去做 taco， 要章鱼的，那皮肤可细了，你执着乳房，那又叫乳牛，对不对？你执着脚，那叫长颈鹿。你执着头发，母鸡，本来就如此吧。你执着声音好听，做狼狗，让你好好叫。所以佛陀说，有所求，鬼就来，业上就来，所以这个世间不要执，不要执着，没有一样可以执着。你眼睛漂亮啊，你好好眨眼吧，下辈子猫头鹰，嘿，嘿，你把酒告多累了呢。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可以执着的，万法皆空，所以各位有快乐不？无，那是坏意求嘛，只有佛法。如果世间还有快乐，我们这种聪明人还会出家我们干嘛不回家我在世间都比你们快乐很少人比我快乐过了我对囡啊，甲捌代志拢做好命，唔知虾米意思呢？所以也算命来讲，这些人吼，人啊做好伊就来了，安尼，就是说拢免努力就好了，安尼，就讲做好我就出名啊，安尼，厝买好我就大礼拜啊，我对囡啊就安尼，你说人家做好那就出现了，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他化自在天，把人做好你来享受，但是快乐吗？痛苦啊！活在世间还是痛苦。那些东西能干什么？不能解脱生死，也不能帮妈妈不生病，对不对？生了儿子他还要拉肚子，奇怪。我从生小孩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拉肚子？那么痛苦，做人干嘛那么痛苦？所以这个世间你要看清楚。决定常占大乘。唯有成佛之道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各位要赞叹，赞叹大乘佛教讲菩提心的教法，赞叹阿弥陀佛，所以要如此决定说罪福业不失，虽然讲空因果百分之一百，因果百分之一百，各位多放了一只螃蟹，各位多点了一盏灯，各位受了一个八关斋戒，不可思议各位转经凡他能不能超度，不可思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百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千。请问这个世间有没有意外？有没有？没有，什么有？你还要再研究佛法吗？这个世间没有意外，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发生，没有意外。你说那加了拔豆，嘿，没有意外，那不是意外，那是业报现前。消业障，了解吗？要说决定说罪福也不是，所以意外这两个字不是佛教的所以这些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了解吗？而产生的，哪有那个水自然会冒泡？那不是意外的，因为你有加热嘛，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因缘，它为什么变冰？那不是意外，对不对？今天你会有钱，今天你会生病，不是意外。等一下各位开车回去说翁心给楼睡改，不是意外，因为你参加了八关斋戒，提早舍报不然你本来你三年后要丢干净结果你弄了都没听，现在现在都给楼睡改，因为都不知道听，那没有意外，因为你参加八关斋戒，边还有两只章鱼欢迎你，没有意外，因为你放生了所以就要深信因果，罪福业不失，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各位要决定而不终悔，你决定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一定如此，所以做菩萨要如此决定，观法无我，决定知道世间不净无常，苦空无我，没什么快乐，决定唯有大乘才是真正的佛说的一切法，相信因果。再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增长善根，何等为是？一者持戒，二者多闻，三者布施，四者出家，
是为是，前面三条各位都做到了，第四条还没做，所以来受八关斋戒，种下出家的善根，所以增长善根，善根圆满了就可以成佛、所以何等为是持戒，让各位受五戒八关斋戒。第二，多闻，现在我们在读诵经典，听闻佛法，三者布施，大家回向啊，放生啊，做了很多功德。第四，出家啊，所以各位可以参加短期出家啊，可以经常受八关斋戒，将来发菩提心出家，这样可以增长善根。再来继续念，梵天菩萨有四法，无所恐畏，威仪不转，何等是？一者施力，二者恶名，三者毁辱，四者苦恼，是为是。所以菩萨遇到这四种因缘，他呢不退转，如如不动啊，那你才叫无所恐畏，威仪不转啊，你要很平静。今天哦，拿了一盆花要供佛，啪闪掉了，你还是平静，阿弥陀佛，对吧？中国人讲，岁岁平安，这样啊。所以，但是你不会为了这个事情生气啊，啊，那安那样，不需要啊。第一个私利，当你有钱变没钱的时候啊，当你的福利被剥夺的时候啊，你本来是有钱人，结果被抢了啊，被火烧了。你如如不动，失利的时候威仪不转，恶名啊，你一辈子都做好事，人家却回谤你啊，说你贪污，说你强奸啊，说你是如何，那在这恶名的时候无所恐畏。所以古时候不一样，被逼啊逼啊逼到后来自杀，有没有啊？斗争的时代很可怕，对不对？给你戴帽子，给你批斗，但是你做过菩萨，如如不动，你们骂我的都变成佛号，欧玛尼贝美哄，这样啊，要如此回辱啊，毁谤侮辱你要如如不动，苦恼生病啊，得癌症啊，种种的苦恼啊，那你都要保持无所恐畏，威仪不转。再来重点，梵天菩萨有四法，成就白法，何等是？一者教人令性罪福，二者不施不求果报，三者守护正法，四者以智慧教诸菩萨，是为四。好，所以我们不要黑法，白法就是成佛的方法，叫净业，白就是清净的意思了。所以菩萨要成就这四种白法，第一个教人令性罪福，所以各位呢，多讲佛教故事，多印佛教漫画，多做佛教因果卡通故事，好不好啊？做动画，那是别人做好了，我们呢把它印一印，主动送给他看。梁皇宝忏什么意思？梁皇宝忏用漫画，对不对？现在我们用电脑把梁皇宝忏的漫画一一的抠上去，很多人在看看。你要用各种方法啊，教别人，让他相信罪福报应，千万不要去杀生吃肉啊，偷盗邪淫啊等等。二者布施不求果报，那我们要经常，虽然我们布施钱、布施经典、布施佛法，但不希望他感谢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方就像我们父母一样，布施不求果报。所以我想各位会讲话，会讲话要多讲佛法，多讲佛法啊，多利益众生。这菩萨晚上，本来我们出家人晚上不应该吃饭的，但是大家都会请你吃饭，请你吃饭你要给他讲佛法。讲佛法，不管他是领导啊、院长啊，不管有钱人啊、穷人啊，那你要借机会跟他讲因果故事。所以你要送礼物给他，称赞他，然后再跟他讲他喜欢听的，又吃好吃的，对吧？一顿饭就改变他的人生观念。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积极啊，你不能说我懒得讲啊，你要学习怎么样让对方知道。你去助念很好，那助念有很多。五六个家属可能没听过佛法，顺便送他白话地藏经啊，我们印了很多漫画、啊、对不对、等等等等，要送给他看。往生的你要帮助他，活的你要帮助他，所以讲佛法给他，要布施给他。你不要说布施给他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了、这不要把这钱跟你的慈悲放在一起、所以这是顺其自然。三者守护正法，只要是因果的、空性的、经典所说的，
各位啊护持，帮忙造佛像、印佛经、供养正知正见的出家人，守护正法。逝者以智慧教诸菩萨，那各位呢，还要让大家发菩提心啊，让所有发菩提心的人怎么样去度众生啊？这个，所以各位要做。我现在念这个的，大家都听得懂，文思了。那你要实修啊，菩萨不分在家出家，因为梵天也不是出家人，对不对？啊，梵天是个大的天地，但是呢，他也这样发菩提心。再来，我们就跳过去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善化众生，何等是？一者常求利安众生，二者自舍己恶，三者心和忍辱，四者除舍骄慢，是为四。所以做一个菩萨，就是要感化教化众生，这样众生才可以离苦得乐。那你既然要感化教化众生，你要具足这四个条件。一者常求利安的众生，怎么样能够帮助众生？所以各位，你坐车要，你要想怎么样帮助在车上的人啊，等一下要帮助见到的人，甚至在市场有这么多物命，地狱道怎么帮助，恶鬼道怎么帮助，你要常常去追求利益安乐众生的方法跟行为啊，这一点啊特别重视，千万不要说我只帮助人类，但是我们这一次去参加这个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主题是公益与慈善，结果我从头听到尾都在讲人的事情，然后他们讲的都是缘起缘起啊，这个缘起就是付出，性空就是无所求，讲的很有道理，但是都没有讲到狗啊、猫啊、鬼啊这样啊，好像只有讲人，这叫不圆满。就公益慈善不是光针对人，对不对？它是以人为本，来帮助更多的人或众生可以。但是我发觉大家都不谈这个，因为谈这个好像人家说你迷信，对不对？那明明是佛教徒，怎么可以不谈这个啊？所以中间还有一个法师说，我们这个大陆佛教啊，这个做的不太好啊，都输人家。我就私底下哪里不好？你们一年办了几百次水陆空大法会、堰口大法会，你们这个中国是放生世界第一名的这个功德大，你怎么没讲？哦，这个也要讲吗？这不是是什么？这是什么？对不对？大陆放生是不是世界第一啊？哇，这个才是，但是他们都认为说这个不好意思搬到台面讲的啊，那这样就把佛教的真正的内容给消除掉了。啊，这是很可惜，很可惜。大家重视的是，哦，哪里有大地震，我们当然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啊。但是缘起法，既然讲到缘起，这个缘起相关是所有众生，而不是光针对人类啊，或者某一种种族，这一点要了解，这个才叫善巧方便，善能教化众生，长求利益安的众生。第二，自舍己乐。那你既然如此，就不要追求个人的快乐。有些人又喜欢弘扬佛法，又喜欢漂亮一下，也喜欢弘扬佛法，肉好好吃，这样，啊，对不对？那有什么意思呢？啊，我先去助念，助念完以后，大家去吃牛肉，这样。哎呀，你要利益众生，那你这样能不能度众生？没办法了，你没办法度，人家不相信你了，不相信你了。所以啊，自舍己乐才能够教化众生。如果你自己追求，那不得了了啊！所以各位要很小心。三者，心和忍辱。啊，度众生不能生气啊，心里柔和忍辱，好不好？拍画饼的拍画饼，毛都该讲。你要知道，一个人脸这个拍画饼，常生气，常忧愁，脸相就不庄严，装也装不出来，知道吧？求嘛给求。啊，就像手上拿个刀柄，因为人脾气不好，您的笑都有带刀的，所以要心和忍，这骗不了人，各位，这真的啊，这一点是我师父最厉害的。他常跟我讲，你看那个人这样，他叫我分别，所以知道哦，这个人怎么度。所以各位要平常你在家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人家打电话三更半夜打电话给你，哦，阿弥陀佛，拍谁打错了，无聊，你马上骂他啊！那有些人会马上生气，然后开车叭叭叭叭叭，对不对？塞车，
他也会生气，那你就没办法修行啊。那开车那谁谁亮，那也代表你的内心里面不柔和忍辱，那不行。试着出舍骄慢，什么叫骄慢？我条件好，我在大众，我就故意要显现我个子高一点，人家就你好像高高在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啊，他是高高在上的，那让对方觉得我矮一截，这样不好。你要度众生，你要比他矮一截，比他矮一截，那让对方觉得没有压力，知道吧？所以不要凸显自己的优点啊。演艺圈不一样啊，这些知名人士他要凸显优点啊，让别人羡慕他。那菩萨不一样啊，菩萨说：“你看我口才不好，我就一直帮你讲佛法了，何况你口才好，对不对？”要除舍骄慢，不要凸显自己的优点，不要故意的。就像我常讲，女孩子漂亮一点、年轻一点，她就一定要弄得漂漂亮，然后认为全世界都在看她，这样，然后就很骄傲。你看，你们都看我。就像男人有钱开一部好车，黑屏都不敢看了，对不对？手给推出来，落泪。对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哦，有钱，哦，有钱，对不对？所以菩萨不行，菩萨，你今天很有钱，很有钱，你要买车子，你要顾虑别人的看法，买一部中型的、普通的就好了，对不对？当然也不要太糟糕，但千万不要豪华，所以这一点就差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做菩萨这四点，你才能够善巧方便教化众生。这个要背，常求利益安乐，别安装斗众心，各种众生怎么度？老狼、鹰啊、美国狼、拉丁美洲、日本狼，没那斗动物、狗、牛。就像我各位，我今天拿牛蛙来，我就想希望大家广建牛蛙园，好不好？干了几天好，春天都不好。虽然嘿，我拍摄我关机的，春天跟我无关的。不要如此，那个牛蛙就轮命就奶命。你给企业领导的水池嘛，哎，我就顾啊，让大家尽量想办法，因为很多人不放牛蛙，我为什么要提？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这个牛蛙不能放，所以他们都不放，不要放，就嘛放在护生园，对不对？因为牛蛙便不便宜啊？我们今天在台北买50块，你要到中南部那个批发厂一直在30块啊，不得了，真便宜啊，真大真肥啊。所以大家尽量救。再来念一下不思菩提心，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四是不思菩提之心，何等是？一者常意念佛，二者所作功德常为菩提，三者清净善知识，四者称扬大圣。是为是。所以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世世常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就是不思菩提心，不管你投胎做什么，都是未来行菩萨道。有可能我下辈子会做狗，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喜欢狗，救了很多狗，所以你要去做狗菩萨，好不好啊？狗菩萨就带了很多流浪狗，那个用料理啊，然后带他们去，咱要顺便说，咱有他们夹菜，好那样，这叫狗菩萨。鱼菩萨带着很多小鱼，安全的地方，不会被抓。所以做菩萨就是要如此嘛，做菩萨不是光做人，菩萨千百亿化身。各位下辈子要不要做鬼啊？你说好，因为我都叫蛋你，我一定会做鬼的，因为我们很喜欢鬼，对不对？要渡鬼，要渡鬼，这些可怜的鬼啊，无量无边啊，所以你要做菩萨也会示现鬼道，知道吧？来引导其他的鬼找到有佛法的地方，有甘露的地方，让他们一直个升天，一直升天，对不对？那你就做鬼菩萨，那功德可大了。所以第一个常意念佛，各位要念了，干嘛把钱阿弥陀佛，哎呀，佛伟大啊，佛不可思议啊，你念佛就会不退转菩提心啊。所以常意念佛，而且要一佛的身相，药王菩萨、药上菩萨、阿弥陀佛都要观。我昨天在飞机上看，哎呀，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啊，我看到整个飞机都会震动啊，不可思议啊，实在是太好的经典
所以我跟我们战胜法师说，哎呀，不可思议，里面药王菩萨咒会不会念啊？拜八十八佛一定要念药王菩萨咒啊，然后呢要念药上菩萨咒，施功德利益，来自光念药王药上菩萨，永不堕落三恶道。哎呀，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所有的大乘不可思议，所以要常忆念佛。二者所作功德，常为菩提，放生八关斋戒，为了什么？为了成佛度众生，对不对？当下回向给众生，愿大家都成佛，为了菩提，不要为了现世的利益。三者亲近善知识，干嘛把钱弄？各位一定要亲近发菩提心的人，记住啊，发菩提心的人不见得在家，不见得出家，啊，出家也不见得发菩提心，对不对啊？啊，在家也不见得没菩提心，发菩提心才是出家，才是菩萨。那各位你要亲近这些善知识，那你就不会退转菩提心，生生世世得遇这种菩提心的善知识。四者称扬大乘。哎呀，当然人天福报解脱道还是佛法，不一样根器，但是要大力的称扬大乘，因为不称扬大乘会断佛种。如果这个世界有没有人想成佛，佛就掉眼泪了，没有佛法了，所以要称扬大乘。所以这一段我们就不全部念完啊，念念后面一段啊。那希望各位这一本发给各位，回去好好念，好不好啊？真正爱念哦，无念巴肚疼，是吧？爱念，一笑的拢不爱念的那种。因为如果特别念嘛，那我下面本来就要念。来念一下什么是菩萨第九品啊，我希望各位要读得很熟。这里面还有两个重点呢，那是99页第三行。第二行也念一下，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念一下来。若菩萨知一切法非法，一切法非法，一切众生非众生，是名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尔时等行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为何谓也？佛言：善男子，若菩萨于邪定众生发大悲心，于正定众生不见殊异，故言菩萨。所以者何？菩萨不为正定众生，不为不定众生故发心，但为度邪定众生故而起大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言菩萨。尔时菩提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亦要说所以为菩萨。佛言便说。好，后面是这些大菩萨他一辈子的愿，也就是说这每一位菩萨把他的功德跟愿讲出来，所以菩提菩萨讲他如何成就菩萨道了，也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啊。所以我们念一下很重要。来，菩提菩萨言：譬如男子女人受一日戒，无悔无缺，若菩萨如是从初发心乃至成佛，于其中间常修进行，是名菩萨。就像各位今天从受戒开始到明天会不会悔戒啊？不会哦，很精进。那修菩萨道也是这样啊，一天一日我们这么精进，但修菩萨从初发心到成佛都是如此，于其中间从初从中间到最后常修进行，都保持在这种八关斋戒啊无悔戒的状态，是名菩萨。所以这就是菩提菩萨成就的因。第二，坚毅菩萨言：若菩萨成就深固慈心，是名菩萨。什么叫坚毅菩萨？我决定让所有众生快乐，包括你杀他泼硫酸，他还是决定让你快乐，叫坚毅菩萨。这个有深而且坚固的慈心，慈就是弥勒菩萨给众生欢喜快乐，而不会因为你改变了环境改变了而改变，
啊，我现在破病了，别跟我说话了。啊，坚毅菩萨不会，破病也要说笑话给你听，啊，让你快乐，所以成就这种深固的慈心。啊，所以各位养成习惯，你在睡觉三更半夜给你叫起来，啊，喊你的话，你不要起来，别跟我叫了，你们在三点，嗯，啊，有的人更加拍命，两点半起床拍命，我爬起来放尿了，他也要抱怨，啊，我长眉，我爬起来五遍了，你啊，他认为这样也不快乐，这样，啊，你要想说太好了，叫你起来施食啊。像我如果三更半夜起床，我的窗户打开，是个甘露水，终于可以起来一下，啊，运动运动再睡。你要保持那个好的动机，你不要被影响啊。再来，度众生菩萨言，譬如桥船渡人不见。无有分别，若心如是，是名菩萨。所以他叫度众生菩萨，名字好不好听啊？哎，度众生菩萨，他就像桥船一样，来来去去啊，让别人过河过桥，永远不会疲倦。无有分别，在就大哭，在就散的，在就落的，在就未过。意思讲，吵到事业，吵到败，过到烟斗啊，过到散起来，拢无要紧啊。无分别吧，啊，度人不倦，无有分别。我只想度他，有钱要度，没钱要度，健康要度，没不健康要度，一只蚂蚁也要度他，所以无有分别。若有心如是，是名菩萨，叫度众生菩萨。再来，断恶道菩萨言：若菩萨于诸佛国投足之处，即使一切恶道歼灭，是名。菩萨啊，功德太大了，啊，功德太大了，走到哪里恶道消除，断恶道菩萨最适合我们这些喜欢做烟供的，啊，叫断恶道菩萨。所以各位把断恶道三字写在你鞋子上啊，菩萨不要写啊，啊，断恶道走到哪里，所以菩萨于诸佛国投足之处，即使一切恶道皆灭，走到哪里那边三恶道都消除，太伟大。这个就是他因地努力的修波罗蜜，发愿愿自己将来投足之处恶道皆消除，所以名为断恶道菩萨，啊，所以他的本愿成就了。所以各位以后在超度要加念断恶道菩萨，因为他的愿嘛，啊，他一来一投足，三恶道消除。再来，大家熟了，观世音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时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称其名，得免众苦，是名菩萨。所以各位一定要常看观世音菩萨，这边有一尊千手千眼，看观世音菩萨会不退菩提心，除了降魔，所以一定要见千手千眼啊！所以很多寺庙都会做得很大尊让大家看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显说千手千眼，就让我们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菩提心的形象，所以即时当下就安住在菩提心了。所以观音菩萨发这个愿，见我身相得发菩提，消除魔障，听我声音消除众苦，然后他累劫的修行终于成就，所以又称其名得免众苦，是名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他认为这样才叫菩萨，断恶道菩萨说我走到哪里三恶道消除，这样才叫菩萨，所以坚固菩萨说，永无退转，名为菩萨。所以各个菩萨讲他的如何成就乃至他的因地。再来，得大士菩萨言，若菩萨所投足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宫殿，是名菩萨。所以叫得大士之菩萨，走到哪里世界震动，恶道离苦。再来，疲倦菩萨言：若恒河沙等劫为一日一夜，一世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岁，一世岁数若过百千万亿劫，得值一佛。如是于恒河沙等佛所行诸梵行，修集功德。然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不休息，无有疲倦，是名菩萨。
种田，心不休息，无有疲倦。不管多少的岁月，百千万劫，啊，永远的精进修行，乃至呢，你几亿年才碰到一个法师，几百亿年一劫才碰到一个佛，但是呢，我们还是永远不退转，啊，永远的累积功德，然后呢，最后碰到那个佛，被那个佛受记，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啊，所以要这样无疲倦的生生世世，所以当下即是永恒，这叫愿力啊，我愿成佛，然后你就生生世世如此。再来，导师菩萨言：若菩萨于堕邪道众生，生大悲心，并入正道，不求恩报，是名菩萨。所以啊，我们称为某某法师为导师，导师他就像个菩萨一样，导师菩萨他因地发愿，功德如此。若菩萨于堕邪道众生，包括邪见，包括三恶道，升起大悲心，令入正道，啊，关在监狱的，你要让他相信因果，啊，在读书的，要让他断恶修善，等等，而且无所求的，这一点是我们各位要。我发觉现在好像办法会有目的才要办法会，这样会伤害佛教。办法会就是弘扬佛法，没有金钱目的。这样人家对佛法就不会失去信心，啊，所以生大悲心，令众生入正道，不求恩报，是名菩萨。再来，须弥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如须弥山，亦于众色，是名菩萨。因为菩萨思维空性，无有分别，啊，所有众生都是父母，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一切法都是佛法。再来，那罗延菩萨言：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是名菩萨。所以那罗延就是力量的意思。什么叫力量？忍辱不动为力量，啊，所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不会退转，不会干扰，是名菩萨。再来，心理菩萨：若菩萨以心思维一切诸法无有错谬，是名菩萨。所以万法为心造，各位要把一切法的相看清楚，这个叫智，智叫分别，慧叫无分别。哦，这些条啊，这些钉，这些地藏菩萨，这是红色，这是黄色，这怎么用怎么用，你要分别一切法，这叫智。但是却不执着啊，直到善用它。所以思维一切法无有错谬，是名菩萨。再来，狮子犹不自在菩萨言：若菩萨于诸论中不怖不畏，得生法忍，能使一切外道怖畏，是名菩萨。法力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力量啊，不是你可以形容的。今天你把大般若经看完了，你把大自度论深入了，你自然就有一种力量，你的眼神看人就不一样，你的声音也不一样，你念阿弥陀佛也不一样，因为你有法力在你身上，你累劫所修的功德善根力都在你身上，你不能说这小孩子20岁，我50岁，哎，20岁他是一头狮子啊，你是50岁的老狗一只啊，狗怎么跟狮子比呢？啊，因为这个菩萨他已经累积了这些力量，所以这些菩萨看到的大乘的经论，哎，绝对相信不怖不畏，得生法忍啊，安住在这个法里面。能使一切外道怖畏，如狮子吼一样，看到他就讲不出话，不想跟他辩论。所以各位要菩萨要这个威德力。再来，我们把它念完好了，各位休息一下，好不好？有人看外面在讲，真几点啊？这个卡声啊，来念一下来。不可思议，菩萨言：若菩萨之心相不可思议，无所思维分别，是名菩萨。善及天子言：若菩萨能于一切天宫中生而无所染，亦不得是无染之法，是名菩萨。时与菩萨言：若菩萨有所发言，常以真实，乃至梦中亦无妄语，是名菩萨。喜见菩萨言：若菩萨能见一切色，
皆是佛色，是名菩萨，常惭菩萨言，若菩萨见堕生死众生，其心不乐世间诸乐，欲自度己身，亦度众生，是名菩萨。心无碍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烦恼众魔而不嗔爱，是名菩萨。常喜根菩萨言，若菩萨常以善根自满其愿，亦满他愿，所作皆办，是名菩萨。善以女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中不生疑回，是名菩萨。狮子童女菩萨言，若菩萨无男法无女法，而现种种色身为成就众生故，是名菩萨。宝女菩萨言，若菩萨于诸宝中不生爱乐，淡乐三宝，是名菩萨。毗舍却达多优婆夷言，若菩萨有所得者，则无菩提，若不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一切法，是名菩萨。跋陀婆罗居士言，若菩萨众生闻其名者，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宝月童子言，若菩萨常修童子梵行，乃至不以心念五欲，何况身受，是名菩萨。刀立天子曼陀罗花香菩萨言，若菩萨持戒熏心，常留诸善法香，不留余香。菩萨作喜菩萨言，若菩萨喜乐三法，为供养佛，演说法，教化众生，是名菩萨。思义梵天言，若菩萨所见之法皆是佛法，是名菩萨。弥勒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是名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言，若菩萨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是名菩萨。网明菩萨言，若菩萨光明能灭一切众生烦恼，是名菩萨。普花菩萨言，若菩萨见诸如来满十方世界如莲花夫，是名菩萨。如是诸菩萨各个随所乐说疑，尔时佛告等行菩萨，若菩萨能带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亦复能舍一切福事与诸众生，是名菩萨。各位好不好啊？哎呀，不可思议啊！特别这里面请看第五行，作喜菩萨佛。怎么样叫作喜菩萨？若菩萨喜乐三法，你一下，供养佛，演说法，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叫佛法。菩萨的三宝，佛法生三宝，众生就是他的三宝，供养佛，演说法，教化众生，叫菩萨三法，永远法喜充满。所以思义梵天，若菩萨所见之法皆是佛法。哎呦，日光灯是不是佛法？是啊，你给他问，它是缘起的，阴电阳电相极，然后呢在幻幻里面产生光，所以它是无常的无我的，但是产生光却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啊！日光灯是佛法，太阳是佛法，瓦斯是佛法啊，一切都是佛法，所以都产生了。哦，电风扇也哦，电产生了动，动里面产生风，哎呀，能够利益众生。但是呢，电扇也是因缘和合的，他也不执着它是电扇，对吧？因为它无心，但是它却产生了能够利益众生的风，哎，电扇是佛法。所以各位你要去看，世间一切都是佛法，无男女色法。哎，有些人喜欢分辨男法、女法，男生、女生，我是男人呢，我是女人呢，那不好。特别各位修行要持戒，你不能说我天天带我女朋友来修行，你结婚了你还带女朋友啊？所以，因为你首先你不持戒，那我修行啊，但是你犯戒在前啊，那不应该啊。所以我这一次碰到一个男人，他帮我说：“师傅，你腰身按两下。”
我们不能随便给他按了，按了要度众生。结婚了没有？不好意思讲，离婚了是吗？老婆呢？在北京。小孩呢？跟他住。钱呢？没办法，那要跟他赌。哎呀，不行啊！人家赚钱要对老婆好啊，对不对？他觉得好，我就送他礼物，这个送给你太太。哎，一个人让女人伤心啊，穷啊，哦、师傅啊，对啊，穷到现在只会按摩。因为他是佛教徒，还不是跟我收钱的。但是你要告诉他，他掉眼泪啊。我说你这风花雪月正常，但是老婆带小孩很苦，对不对？如何如何，你不要在外面再交女朋友。他说对啊，再交也好像交不上，你还交。我说你回去要交就跟你老婆交往好了。所以因为他的替你带小孩，你要去想这个事情。不然呢，你在这边混混混，你也痛苦，对方也痛苦，你儿子更痛苦，对不对？这样没有意义，你这样修行没有在修，不要说挂着佛教徒，所以你要度他嘛。虽然你要学佛，你要快乐，但是你要守戒啊，基本要做，所以各位多看大乘经典，这里面强调两个，一个就是空性，你要超越一切有无。那如何超越他告诉你，再来如何做菩萨，佛的功德，每一部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你一部大乘经典能够熟读它去应用，你也可以成佛。但是为了要广度一切，能够了解更多成佛利益众生的方法，你要发菩提心读诵所有大乘经典。但是呢，要以深信因果为因，所以佛陀叫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进一步劝进行者，劝人家约能够了解大乘的经典。我们不能只光问，跑道场问问，自己不思维不闻思修，那你不知道佛法是什么，道听途说也不知道哪一个对错。所以经典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把大家闻思修经典的功德做回向，请翻到193页。所以后面还常写的，你读诵这一部经有什么功德？有时候读完你就觉得，哎呀，太不可思议了！读这一部经居然有这些功德，那我对不起，再跟各位讲十分钟好不好啊？我怕各位一起来就不见了。181页，181页。要念咒。这一部经里面也有这一部咒，180页，咒短短。一个菩萨法师一定要会念这个咒。如果你会念这个咒，辩才无碍，福报无量，等等等等，讲不完了，那但是你要持咒，你要注意什么？不是光这个咒而已，而是每一个咒都应该如此。所以第181页第三行，来，文殊师利，是为咒术章句。若菩萨摩诃萨欲行此经者，当诵持是咒术章句，应一心行，不调戏，不散乱，举动静止，悉令静节，不恤于时，少欲知足，独处远离，不要愧纳，身心远离，常乐慈悲，以法喜乐，安住时余，不欺狂人，跪于坐禅，乐于说法，行于正念，常离邪念，常要头陀细行之法，于得不得，无忧忧喜，去向涅槃，未厌生死，等心真爱，离别异相，不令生命及一切物，无有贪习，威仪成就，常乐持戒，忍辱调柔，恶言能忍，颜色和悦，无恶之容，先意问讯，除去骄慢，同心欢乐。我们要念咒的人，乃至读的大乘经典，基本要有这些基本的戒律修行。那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能够成就后面这十种力量。这里面所讲的法师，在释义梵天不分在家出家，发菩提心弘扬佛法，皆名法师。所以后面文殊菩萨说了，来，
文殊师利，此诸法师住如是法，诵此咒术，给予现世的十种力，何等为实？得念力不忘师故，得慧力善则法故，得行力随经义故，得坚固力行生死故，得惭愧力护彼我故，得多闻力具足慧故，得陀罗尼力一切闻能持故，得要说遍力诸佛护念故，得身法力具五通故，得无生忍力速得具足萨婆若故。文殊师利，若法师能住世行，诵持咒术，现世得是实力。所以各位按照《四义梵天经》来读诵念前面的短短的咒，按照这种方法，你现世得这十种力量，你一定要求这个果，如是因如是果，因为这个果你才能够广利益众生，你才能够正式的行菩萨道，所以最后来我们大家翻到回向的，来一起回向193页，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来回向往生者，我们所写的往生牌位，三恶道众生，来，愿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者，罪障消除，永离三途，往生净土。回向现世者，我们大家持戒点灯放生，布施种种功德，读诵大乘。文师兄来，愿以此功德回向现世者，病苦消除，消灾免难，身心安康，共证菩提。好，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有经典的说地方就有韦陀菩萨护持，这是韦陀菩萨的愿力，所以每一部大乘经典后面都印了韦陀菩萨的这种圣像，所以希望大家把这部经读熟好不好啊？下回我们开会各自发表读经心得，你们他们来呢，各位很福报，反正我坐在下面听，听个读姑姑背给个读姑姑背，反正没我的事这样，所以那这样不好，你觉得我听到了，我要把这个举一反三弘扬佛法，如何告诉所有众生，所以这些真的要深入，各位不能骗人，有读书的脸跟没读书的脸一不一样？不一样。有看佛经跟没看佛经一不一样？差太多了。光那个眼神，这些都是麻吉啊，是不是我麻吉？你们看给经典了，你就没有那个法力啊。这个要累积这个慧根、善根是如此，所以佛教讲缘起法，累劫累世不断的累积这些善根，那将来成就佛道、利益众生，这个最重要。好，等一下各位要拜一下梁皇宝忏，好不好啊？拜个半卷一卷回向，然后呢，晚上他们还要去做火供、烟供，我们也受八关斋戒。大做功德，这样最好。好，大家休息，阿弥陀佛。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森林猛虎。老虎被称为森林之王，在过去，森林里它没有任何天敌。不过，随着人类对森林的一步步侵占，森林里野生老虎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这里真的是保存着原始生态呀，丝毫没有被人类破坏的。是吗？其实曾经有猎人也深入到过这里的。啊？猎人们曾经来过这里？是的。曾经这里是老虎的栖息地，猎人们为了猎杀老虎，经常在这一地区行动。短短十几年时间，这里的老虎都被他们猎杀的非常多。不过我听说最近这里又有老虎出没了呢。是吗？那太棒了，说不定我们这次能拍摄到野生老虎呢。要知道现在遇到一只野生老虎可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能拍摄野生老虎的影片，那可就不虚此行了。你们知道老虎有多么凶猛吗？如果这里真的有老虎，我们要做的只有赶快离开。要知道他们可是会瞬间将我们咬死的。杰克森，你找的向导胆子也太小了，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可能拍到野生虎的照片呢？我可是这里最优秀的向导，因为我的客户从来没有在这里丢掉自己的性命。当然你们的行动也得听我的，这里是原始森林，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好吧，我们听你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们可以在那里驻留一下，休息一会儿。哎呀，还真有一条河啊。当然了，约翰是这一周围最优秀的向导，整个原始森林他都了若指掌。你这么说可夸张了，森林那么大，有很多地方也是我不知道的。大家不要声张。怎么了吗？河边好像有什么东西。会是什么东西呢？不会是老虎吧？不是，这应该是一只小型动物。既然是小型动物，那就没关系，我们去看看吧。当他们来到河边后，惊奇地发现，一只小老虎正在河边不远处，他的脚像是被什么缠住了似的。天啊，真的是一头小老虎啊。看来大家的传言是真的，这一地区真的又出现了野生老虎，不过他好像遇到麻烦了。没有错，他是遇到麻烦了。我们过去帮帮他，能够近距离接触野生老虎，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行，那样太危险了，如果万一大老虎出现了可怎么办？这个小家伙遇到了麻烦，如果大老虎真的在附近的话，早就出来了。再说了，我们这是去帮他，又不是伤害他。你以为老虎会这么通人性吗？不管你是帮他还是伤害他，在他的眼里你就是食物。不是这样的，我去过很多地方，也见到过很多动物，其实他们都是通人性的。难道你没听过很多猛兽和人类成为朋友的故事吗？猛兽和人类成为朋友，我可不相信这些。我从小就生活在原始森林边缘，我们能和猛兽互不侵犯，彼此相安无事，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能成为朋友？你们一直对森林里的动物进行猎杀，自然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要过去你们过去，我可不去。好吧，你就在这里等着好了。小家伙还挺凶啊。喂，你不要害怕，你看你的腿怎么会被绳子给缠住呢？这可是登山绳，非常结实的，没有刀子哪里能弄得断。
小家伙，不要害怕，让我们来帮你吧。你看，它就像是一只大猫。真没想到，我竟然能近距离地接触野生老虎，虽然只是一只小老虎。要是成年虎的话，我们哪能这样摸它呀？好了，快干正事儿吧，我们将它身上的绳子解开来吧。这两人真是大胆。不过，这里既然有小老虎，那一定会有成年虎，得赶快离开这里才安全的。小家伙，赶快去找你的妈妈吧。好了，小老虎走掉了，我们继续前行吧。不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得赶紧返回。为什么呀？我们按照计划，今晚不是要在森林里过夜吗？那是我之前不知道，这里真的有老虎出现。现在既然发现了老虎，那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停留。即便我们现在往回走，天黑之前也离不开这片森林。我知道，不过至少我们能离这里远点，这样就安全安心许多的。杰克森，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才好呢？还能怎么办？跟着约翰往回走吧。没有向导，我们可不能贸然进入森林。天很快变黑了下来，他们三人便找到一处空地搭了帐篷。我去找一些木柴，点起篝火来，这样一来既能取暖，又能驱赶森林里的动物。对，我们是要点起一堆篝火来，不过你去找木柴时，不要把木柴放在地上拖，要把它们抱在手里。为什么呀？木柴拖在地上的痕迹会招来野兽的。还有，你去河边取水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不要将锅底放入水中，否则下游的野兽会闻着锅底灰的味道找来的。不会吧？那些野兽真的能通过这些寻找到我们？是的，这些规矩可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系马的绳子一定要系紧点，要知道老虎对马匹这样的动物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会在天黑后发出种种怪叫，让马儿受惊挣脱缰绳跑出去，这样他们可就有机会发起攻击了。难道老虎真的能找到我们这里？有备无患，如果老虎真的跟来了，那我们只能丢弃这些马匹逃命。哦。糟糕，他不会是真的来了吧？什么情况？什么来了？是啊，外面那是什么声音？好像是老虎的叫声。没错，那就是老虎发出来的声音。他这是想用自己的吼叫声让马匹受惊四下奔跑，然后他便会趁机发起进攻。不会吧？难道真的有老虎跟了过来？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进攻呢？因为有火光让老虎产生了顾虑。看来我们的马匹还真的受惊了，亏我们将马绳系得很结实。然而没多久，帐篷外的篝火突然一下子熄灭了，周围一下子暗了许多。哎呀，怎么搞的？篝火怎么会突然熄灭了呢？这样下去可不妙啊，我们得赶快把篝火点起来。不要出去，你们看那是什么？老虎，那是老虎的眼睛。老虎夜晚的视力也是不差的，现在没有了篝火，你贸然出去的话很可能会被它发现，从而遭到攻击的。不好，那只老虎注意到了我们，太糟糕了，它搞不好会攻击我们的。现在要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不如我们冲出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你以为你能跑得过老虎吗？
哎呀，他就在外面了。啊，完了，这次我们死定了。就在这只老虎准备朝他们三个人扑过去的时候，突然从不远处的草丛中传来一阵细微的叫声。怎么回事？他这是怎么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快跑。不要乱动，按照老虎的习性，只要你一跑，那他肯定会将你扑倒在地。这不是你们在河边拯救了的那只小老虎吗？没错，就是他。看来他找到他的妈妈了。那又怎么样？今天我们马上就变成他们母子的晚餐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看到老虎会放过嘴边的食物，他这是怎么了？我想是小老虎救了我们。没错，一定是他劝说了他妈妈放过我们。老虎也是通人性的。这怎么可能啊？不要管那么多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不行，晚上在森林里行动太危险了，我们赶快把篝火点燃，今晚就留在这里等待天亮吧。天亮后，他们发现附近地面上布满了老虎的脚印，一大一小，看得出来他们昨晚在这里徘徊了很久。那两只老虎昨晚一直没有走远啊，他们为什么会留守在这里而不进攻我们呢？我想他们可能在这里保护我们，免受森林狼的袭击吧。有他们在这里，别的猛兽哪里还敢靠近啊。这怎么可能？老虎怎么可能会保护我们呢？我说过，动物都是通人性的。我想是因为我们救过那头小老虎，所以他们为了感恩才这样做的。嗯，今天我终于相信，动物真的是有灵性，也会报恩的呀。生命电视台人生加油站。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
花香积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花香是指的芥香啊，芥香。祭月指的是定啊，残月。衣盖是代表的人，床幡呢是代表着智慧，智慧高床啊，智慧宝床。这里面是指戒定忍慧这个四个德。为诸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师，都悉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广宣道教，道是本体啊，教是方便，心开意解，而且当下正得，这样无上道，对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这时候吹七宝是既是给七宝树沐浴，也是给七宝树灌顶，也是让它充电，出五阴身。这个五阴身不是世间的工商矫正语啊，这阴身，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观想成阿弥陀佛的心咒，阿弥陀瓦舍。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祭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背，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依次化没，其诸菩萨千然心悦，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赞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到了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已经出现了，这时候越来越推向这个隆重，推向这个核心了，越来越推向核心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佛陀跟阿难跟我们讲啊，这个时候我们升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诸位菩萨都能够乘着佛的威神力。请问升到极乐世界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获得不退转的紫摩真金色三十二相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得到莲花化身的这个正报和看到极乐世界的依报是不是佛的威神力啊？乃至哦，这个时候智慧名利神通广博啊，然后种种供养具是不是威神力啊？佛的威神力啊？啊，这个时候啊，一时之情往一十方无量世界啊，能仗着佛的威神力，然后就供养十方诸佛，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啊，花香祭月，衣盖船啊，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花香是指的芥香，祭月指的是定残月，衣盖是代表的忍，初忍、二忍、三忍。这个衣盖是什么？《法华经》里说什么？柔和忍入衣。床幡呢，是代表着智慧，智慧高床，智慧宝床。这里面是指戒、定、忍、慧，这个四个德，这个四个德是最主要的，这个修行是最主要的。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这是指的八万细行啊，菩萨啊，六度万恨，种种无量功德，所以自然化身都是从他菩提心的本然心体里，契合于
阿弥陀佛的本然心体里，然后自然的化现出来的，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善诸佛以及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华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这个时候因为到了极乐世界的他的那个层次他所这个我们讲到佛的这个三身一样的他都相当于报身法身的境界，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一切特质都显现法身特质，法身报身的这个力量。我们就讲物理学，你到量子层次，量子的它的特质都是那种特质，都是意念量子的运行规则是根据意念来的，你意念没到它是不会呈现的到量子世界就知道人的意识决定物质的形式。这是1963年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叫维格纳。